今天下午没什么事啊，在这边钓会儿鱼啊，就在我们这个家的河边上，这边生态环境都很不错啊，水也很清凉，环境也很好。嗯，也要上鱼了，今天收获还是不错。啊，两个人啊，这个环境哈，很休闲。前个前两个钓鱼，你看前天好凶，这个大鱼他钓的。你要看了好大一条河，我就哦。啊，哎，收工回去。准备回去下锅，刮个刮个的车，就那么子车噻。摆不成，好巴适那个鱼儿喂，我刚刚摆成。新鲜的很。你看我们河的水质也好清凉的，这个鱼吃起才巴适。今晚上回去红烧，马上拿回家红烧。看到没得，好不要脸。这个鱼应该是算你钓的嘛？不是算，硬是的。不也是我屋的窝子在那里，你跑去坐十分钟钓到了。你去钓，钓得更大的，哎呀。哎，朋友们，这个鱼我跟你说，真的红烧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太爽了，哇，闻起来都香了。哎，这闻是有姜味的，不开玩笑，闻起来都有活味啊。啊，没得事，梁叔，等前天烧，等他烧。我学习了哈的。啊，学习哈技术。我跟着你学习了哈的。今天晚上回来钓了就回来吃鱼。巴适的很，鱼等下又吃，吃了又吃。那条鲤鱼三斤四两。吃了几条鱼啊？可以，几条？六条了。三条了。八十几斤。今天晚上就吃那么多。今天开始没吃过，真的。这个鱼一般。今天呢，就是几个朋友啊钓的鱼，然后在我们家那个就把它煮来吃了，就是三五好友啊钓的鱼，然后喝点这个小酒啊，还是不错。今天我又去我酒家里面把这个啊把这个老酒拿出来了，你朋友们看，颜色都已经发黄了，这是正宗的老酒啊。今天我们有五个人啊，因为我们回来太晚了，然后他们已经吃好饭了，我们都钓到天黑了才回来。晚上吹点牛，喝点小酒啊！我一个人给你们打二两，那个是有客客的，晓得不？哦，免得到时候没整对。哇塞，今天晚上这一盘，有花椒没有得？有，撒点花椒面都得。这光子都在吃。撒点花椒面。撒了。钓起哈快乐哇，哈快乐。哈够了。哦哟。加点腰子的葱，再撒点葱葱。哎妈呀，香菜跟葱。烧的，是抓的。来，弄起，坐那儿。坐起来，你们看好久没先吃饭了。对，那不是我们先喝。我是来干饭的。哎，没得饭的。朋友们，这个鱼吃起来味道真的不摆了，哎呀，太美味了。爽了，真的太好吃了，哦，那个肉质简直是没得。我都给干。前天都会吃的鱼。哎呀，太安逸了，那个鱼吃起来，你信不？钓了两天两夜，钓了这一盆呀，四个人钓了两天两夜，哦，上正确是上五个，我两个还是上一个人。